各位，是鄭瑞文同大家睇天氣。受到強颱風天平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，廣東地區天氣酷熱啦。由於高温天氣有助對流的發展，下午華南上空開始有雲，部分地區有幾陣驟雨。而天平現在是集結在高雄以東大約是500公里，預料它會繼續增強，成為超強颱風，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緩慢地移動，之後會轉向偏西方向吹向台灣，但之後的移動路徑都仍然有變數，因為在天平的東面還有一個熱帶風暴布拉曼，預測它們距離會越來越近，可能會出現雙颱風效應，即是兩個熱帶氣旋會互相牽引，圍著兩個風中間點逆時針方向這樣轉，風暴路徑就會更加難去預測了。再加上台灣這裡的高山可能會破壞強颱風的結構，天平的強度亦都會有很大變數。講返天文台今日錄到嘅氣温係介乎 27.8 至 31.6 度，去到夜晚11點氣温係29度。跟住將時間交俾天氣先生。嗱，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煙霞，天氣好熱啊，最高上到32度。預計酷熱天氣咧，仲會持續多幾日添。再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氣概況。嗱，今日帶大家去新疆，新疆呢一度咧，黃沙萬里，仲有全國最大嘅沙漠，水源好珍貴噶。新疆全年平均雨量咧，得大約香港嘅十分之一啫。而呢度其中一個主要水源就係天山上面嘅積雪同埋冰川，特別喺旱季嘅時候啦，山上嘅積雪慢慢融化，咁當地人為咗減少啲水分喺乾燥嘅沙漠度蒸發咧，就喺地底挖咗呢啲引水道，叫做坎兒井啊，將天山嘅雪水引到喺沙漠邊嘅綠洲嚟灌溉農田。不過中國科學院的觀測就發現，在80年代之後，由於氣温上升，天山的冰川是加速融化，好像這個天山一號冰川一樣，50年來面積是減了 14%， 厚度都是薄了超過15米，長遠來說會影響當地的水源供應。我們今晚天氣都講到這裡了，各位晚安。